是什么？啊？做对。什么？做对。做对。做对。就练的棒。啊，练的对，不是。太极拳的原则里面最困难的是什么？放掉。啊？放掉。舍己。啊？舍己从人吗？太极拳最困难的是这个，舍己从人 ，give up yourself， follow the others。太极拳最困难的是这个，太极拳要松，是为这个做准备。你不松，你不可能舍己。松是第一个舍，松是第一个舍 ，release，give up，right？ 所以太极拳最难的是这个舍己从人。每一个人都有你的意义。意志，我想要怎样。所以很多武术开始练的时候是有意的，像他现在遇到的困扰，就是有意的东西啊，然后练哦，你要这样子，你的力量要从腿出来，要从这个出来，你要去自己的身体要去创造出一个动能来，这个是我们的。意，我自己要去创造一个力，这个东西就不能舍己了。太极拳的困难就是它是相反的，看不懂？是你有了这个东西以后，为什么它要这个是最困难？就是因为我们有的东西太多，我自己想要怎样？那个意念太强，一条手臂都放不掉，什么原因？这手臂是我的啊，这手臂是我的啊，我天天用它很重要啊，我怎么能放？是不是？所有的都是这个样子，所以在做这些东西的时候，舍己从什么？又从那个事嘛。你要舍掉你自己，去从你出来的这个意念跟这个事，你要先从这个来练习啊，看不懂？它是完全不一样的概念，它是完全不一样，不是你要去完成什么，这就是道家的东西跟现在的时代要求人积极呀、创造啊、努力呀、争取呀，完全不一样。啊，而且现代人学这个东西困难的原因，啊，那你说是对是错？谁比较对？为什么要死？为什么要舍己从人？啊，他要达成一样的目的，太极拳要达成的目的跟其他拳是一样的，就是控制你的对手。只是他发现到我们用自己的力量去要控制别人，太累了，效果不好，看不懂？你跟随别人的意图，然后稍微改变一点点，跟随才能改变。所以你先接受，接受以后再改变。你接受了才能改变他，接受他的力量，你才能改变他的力量。我如果跟他是这样的相对的，你推我，他推我，我推他，两个人在这个地方，他会变吗？他会变吗？我希望他变，我用力量去要他变，他会产生更大的力量来抗我，是不是？所以我要他让他变，最省力的方式，最好的方式是什么呢？是我先接受他嘛，他的意图是往这边来嘛，是不是这样子啊？我这边来，对啊，我接受才能改变。太极拳
道家发现的是这个东西，是这个东西。所以他舍己从人不是真的舍己，不是真的舍己，是他的一个方法。那他自主性跟他的力量的发源在哪里？难道我是撞到出来之后，我跟着他走，放掉？对，你要维持到你的平衡，唯一的是这个东西。所以在舍己以前，在以前练太极拳以前，我常常强调嘛，你在舍之前，你必须要有，你必须要有。啊，所以所有的太极拳大师，他之前都是练过其他的拳，都是有功的，都是练过其他的拳，他本身已经建立起来了他的东西了，他要舍掉他的东西，他才能进到下一步。困难就在这边。那你说我什么都没有，我什么都没有，什么都没有，你没什么好舍啊。什么都没有，你就不要舍啊！你什么都没有嘛，是不是？所以他要强调舍己，是因为你有，晓得吗？那个有你自己建立起来的那个东西控制到你了。你看那个小孩子什么都没有嘛，所以他很软嘛，是不是？有一些爸爸提着他的腿转圈，拉着他的手转圈，他都没事，是不是？因为他是无嘛。可是他想要做什么也不能做，是这样子啊。他可以被操控，他不会受伤，什么形状他都可以去变成什么形状。可是他要自己想要达成一个什么目的，他没有办法达成。晓得吗？可是武术要达成一个目的啊，起码我要达成的目的是我求生存嘛，它有目的的，所以这个舍己是有目的的舍己，所以它是一个方法，它是一个更有效的方法，达成目的更有效的方法。啊，你们现在都是成年人了。成年人不管你有没有练拳，不管你是以前是做什么的，我们既然成年了，我们都有一个有在，都有一个自己的一个固执在，对不对？那个固执养成了我们运动的习惯，控制我们自己的习惯。所以有的人的协调性好，有的人的协调性不好啊。大部分的人固执在肩，因为我们用手多嘛，是不是这样子？啊，那他听说了啊，用腰力多，他的固执就会在腰，是不是？每一个人都会对他最擅长的地方最固执，啊，你越擅长的东西，你越固执，你越难放。每一个人都是这个样子，所以太极拳到了太极拳这个时候，他就叫你舍掉，你才能够回到听别人、了解别人，啊，所以这个接受之后才能改变，这个是很大的一个学问，很难的，对抗永远不能改变对方，除非你把它摧毁掉，那你要比他强很多倍，听到没有？啊，所以这个是太极拳，为什么要松？为什么要这个样子？为什么要那样？第一个困难，第一个难关就是在舍己，舍己需要很大的自信，舍己需要你能够用。时常保持到自己的平衡。我舍己，我再怎么变，他推，你推我，我他推我，你推我，我再怎么变，我再怎么变，我永远要保持到我的平衡。舍己是以保持住自己的平衡为优
为一个最后的一个什么？最后的一个点。啊，你舍己，你舍己到没有平衡了，摔倒了，那个不叫舍己了。看不懂？啊，所以我们从这个可以了解到太极拳是什么？太极拳，你先建立起你的东西来，建立起那个东西，你掌握到你自己的根基的东西了以后，把不需要的都舍掉，会变对别人跟别人造成对抗的东西全部舍掉。啊，这个叫做阴阳相推，阴跟阳的关系才会出来。阴阳相抗永远不会成一个太极，晓得吗？阴阳相推，你推我让，我推你，你让，相互的这个消长，才是阴阳的关系。啊，这个要深入的体会，这为我们台湾的前途，我们要学会这个。接受才能改变，接受才能改变。啊，好，来，好。